因为经过很多齿轮之间的那个配合，才有办法达到这么顺畅的运作。对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在学这个电脑游戏设计的时候，能运用到你的生活上的话，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不要沉迷于电脑游戏就对了。参加这个闯关游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好，那你们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它就是可以让你自己操控，很好玩。还是不会，那可以请求市长的协助。